现在在的城市叫Elouise，它的冰峡湾呢，在200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。我们今天要出海去看这边鼎鼎大名的 Eqi Glacier， 这是我们今天要出海的船，叫Elouise。现在我发现它构造好像比较不一样哦，好像可以破冰哦，尖尖的哦。我们现在出航了，我们要往北大概80公里，要开1个半小时，很久很久。大家看，海上都是冰块了。 超快的，大家看我们前进的速度，超高速哎！船长说我们非常幸运，那个原来前些日子已经坏天气很久了，今天刚好碰上万里无云，甚至没有风。还经过一个沿海的小城镇，镇上人口不到50人，只能搭船或直升机对外交通。很难想象这边的居民是如何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1个多小时的航行，我们听了船长分享格陵兰当地的故事和历史。 船长拿出一张30年前的照片，是在刚才我们上船的Elouise拍的。他说，当时的冰山非常巨大，不说海面的冰山可以高达几百公尺，但近年已经很少这么大的冰山了。身为全球暖化首当其冲的格陵兰居民，船长说，全球暖化是真实的存在。他用一生看着环境和气候的改变。 又往北部前往 Eqi Glacier， 发现海面开始有些结冰了。起初破冰船还能破冰顺利前进，越深入北部，海面的结冰也越来越厚。心里不断的祈祷能够顺利靠近 Eqi Glacier， 能够亲眼目睹壮阔的冰川。我现在快到了，但是这边水面结冰有点严重，不确定能不能。 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 Eqi Glacier。船长说我们没办法再前进了，因为那个冰有点太厚了，所以破冰船已经前进不了。太厚太硬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到的距离是这边。可是现在用眼睛看也是非常壮观。其实 Eqi 呢，在格陵兰语中有边缘的意思。当地人呢航行到这一个冰川旁边的时候呢，会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世界的尽头，世界的边缘这样。唉，就很谢谢有这一切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现在是晴空万里哦，然后几乎一点风都没有。唉，漂亮哦！其实我一生中都没有想过我会来这边呢，来到这样子北极看那冰川，这里好安静。 对，世界尽头很极静，甚至看不到任何生物。现在真的是大家无法想象的宁静跟安静，好辽阔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离冰川有点距离，我要试着麦基去把这风景带下来。可它飞过去大概要4公里。 大家保佑我的空拍机吧，希望可以成功。沿着我们来的轨迹开回去。人很好的船长看出我们小小的失落，他说要带我们去看近距离的大冰山。 我们就沿着相同的路线开回Elouise的外海，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高耸的冰山，好大块耶！现在我们旁边一眼望去，全部都是冰山，全部都是水结冰，它不是陆地，很壮观呢，太壮观！我何其有幸可以看到这种风景，我们何德何能？太美，真的太美了！我现在很激动，很漂亮。 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，太梦幻了。冰川为什么叫做冰川？是因为它会慢慢的往海里推移，它就慢慢的移动，所以它其实是流动，所以它叫做川。每年呢，大概在夏天最热的时候，荷兰呢会有61吨哦，61吨的冰块流入海水中。那船长都有说，他们说以前的冰山更大更大这样。 气候比较冷，然后以前的冰川的线也比较前面，它现在都慢慢往里面推了，因为都一直流入海里这样子。太壮观了啦！好美哦，我的老天爷啊！ 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。我们是今年最后一个去 Eqi Glacier 的船，就是我们是最后一组旅客。因为他们说10月之后那边就不太能靠近了，因为太冷。看看现在又这样子夕阳，打在那冰山上。